你听听这滋儿哇乱叫的，快来人，有人失足漏水了。你是没看着泳圈还是没看着泳袖？俩小伙正结伴野泳呢。看我仰泳蛙泳自由泳，怎料猛的一回头，兄弟，好像有个东西游过来了。蛇，蛇是大蛇，怕不怕？蛇哥后面穷追不舍，俩人狂游不知所措。不被逼一下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。两位选手在长蛇的鞭策下游出生涯最好成绩后成功上岸，这才没被蛇给咬到。蛇有什么坏心眼呢？只不过是想找块石头晒晒太阳罢了。哎，前面那两块怎么越飘越远了？珍爱生命，请勿野泳。人在前边游，魂在后面追，幸好蛇没给他们表演个潜水呀。你瞅瞅，大小伙子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这不要打疫苗了，必须得有仪式感。看我拉下背心肩带，猛男小鹿相间，这样打针就不疼了吗？少来这一套！只见护士姐姐一把就帮他把肩带拉上，并露出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你不经意间的举动毁了我好多温柔，浪漫和现实间隔着你姐。吃咸鱼蘸酱油，多此一举。赶紧把你那口罩戴好。咱们运动会帮我三点一回，帮我这个消防队。大事不妙，这大喜的日子催债的咋还追上门呢？啥呀，这对新人的婚礼上，岳父正对女婿提要求呢。真的是运动会帮你上点了。一个还两个，斜转，外观幽默风趣，内看父爱如山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三年抱俩，责任重大。你考虑过你大宝贝的感受吗？有十二号报告，进入停泊点，本金明白，您已靠拢状态正常，滴滴滴，两米，一米，零点五米，最前方接触。好家伙，这热血澎湃的场景咋这么眼熟呢？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天河核心舱对接直播，你没看呢？好家伙，只见两名小学生头戴头盔，用泡沫箱和水桶做道具，神还原神舟十二对接核心舱。这想象力和动手能力，成年人都自愧不如啊。演技能力都在线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儿时的航天梦由此出发起航，你们是祖国未来的希望。这事咱俩跟妈商量商量行不行？妈，可以生弟弟吗？万一弟弟更强吃的咋整啊？没事，我给他。太棒了儿子。那咱们哥就得有个哥哥样。小小年纪就有这么高的觉悟了？格局小了吧，帮人帮到底，谁让我爸有求于我呢？妈妈就随了我们爷俩的愿，生个二胎吧。那你最喜欢的奥特曼呢？就一个，谁玩啊？大的奥特曼给我弟弟玩，小的奥特曼我玩。哎呦，玩的太棒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要弟弟你天天你哄他睡觉啊，你哄他吃饭，可以吗？你哄他玩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那弟弟有时候不听话，那只玩喊叫的呀。那你就收拾你弟弟呗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弟弟还小。那你跟他讲道理。大的哥哥你就得保护弟弟。那大家还要吧，是不是？算了，还不要了。要儿子。不要，别娶我，娶我妈我也生不出来。别娶我，娶我妈我也生不出来。豪言壮志终究在残酷现实面前退缩了，天天光写作业就够累了，还得在付出心爱玩具的同时付出精力，我自己还想被哄吃哄睡呢。有一种力量你瞅瞅，这个车来车往的，老奶奶咋站在马路中间啊？多危险啊！甭提了，颤颤巍巍刚走到斑马线中间，信号灯就变红了。你瞅瞅，双腿发抖，进退两难。您是要过马路吧？来来来，我帮您。只见姑娘看到后，立马跑到老奶奶身边，背不起来，便拼尽全力熊抱到马路对面。大妹子，你可真是个热心肠啊！
千里之。英雄不一定身穿铠甲，也可能穿着一袭长裙。小小的身体，大大的能量，人美心善，好人一生平安。